吃饭喽，孩子们，还没玩到，你还没玩到，我已经玩完了。可是我还没玩其他。吃完再玩啊，不然你再玩五分钟，五分钟来吃饭哦。现在是11:52，可以吗？午安，我们今天午餐吃简单弄，爸爸弄这个 A 小算冷冻食品吧。中午就简单弄，晚上再来煮，因为昨天已经煮两餐了，想说休息一下，弄一个浇饭包跟鼎泰丰 Costco 买的那个蒸大包，我现在让它保温一下，等它们出来呢可以吃。OK。然后昨天呢，我们的菜终于来了，终于买到菜了。虽然还是有很多菜都已经没有卖，可是昨天我们一样请外送，送了4000多块的菜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买什么。水果我们平常根本不会买这么多，但是因为这次真的吓到了，因为外面我们又不出门，然后现在外送什么的都根本都叫不到 ，Uber 啊还是 Foodpanda 都完全叫不到，然后连我们常叫的那个蔬菜水果也很容易一下就没了，所以就。还是先叫了一个礼拜的分量，有芭乐，然后芒果，这是苹果，这是芒果，然后西瓜跟苹果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什么。有大概四样水果，然后青菜的部分买了，这是大白菜吧？忘记有买什么，青江菜，然后小白菜、葱，买一些起来。买了一些生菜跟玉米笋，其实感觉也买不多，可是就4000多块。然后冷冻的部分买什么？买了毛豆，你知道没东西买就可以乱买，买毛豆要无聊可以吃。然后肉的部分买了一个松板猪，然后干贝。就这样没了，因为其实它没什么好买的，它肉就会卖完，然后都剩下比较贵的。哎呀，好了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两天又会再叫了，因为这4000块应该撑不了太久。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开始自己煮啊，虽然是还不错，可是就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，反正搞不好贵蛮多的。那自己煮还是不错的。哦，说好的。我要去玩别的。啊，你是要去玩别的，是不是要来吃饭了？好，你还有。去玩一分钟。好，你还有2-3分钟。第三天的暗明，刚才吃饭前，让哥哥玩了一下 Switch， 他已经把马里奥的那个 3D 狂怒世界破完了。好像宅在家里面，如果是。年轻人还没有生小孩的人，好像蛮适合打电动消耗时间的。但因为小朋友们都有规定他可以玩的时间，所以他就是吃饭前玩了一下，然后弟弟也累了。瑞瑞，今天晚上，麦当劳，中午才说晚上再煮一下，结果晚上吃麦当劳。其实我已经算连续煮几餐。三餐吗？三餐嘞，你已经煮3-4天了。嗯，我们这次有拍主频道了，可是我们主频道不是以拍食物为主。嗯、下次有机会可以来拍一个连续煮几餐这样。连续煮。每一餐都煮什么？加油！我们菜又买了一些回来。我们刚就一天一天慢慢买，就买了一些这个，然后他现在已经规定是他变成。一天会送一次，但是不确定时间，所以你现在叫他不一定明天早上会到。哦、可是我觉得我们菜应该目前应该可以再撑个几天。可以的。麦当劳。爸爸。哇。啥电脑？刚才我看好像淡水好像有几粒耶。今天不是有关渡合作？哦，那个是一个。然后淡水好像另外又有。真的、淡水也沦陷了。好险我们原本就没有出门。今天
其实感觉应该是早就扩散开来了，只是现在才爆发而已。有可能。对啊。不知道，就是可能有没有发现，因为有没有有你有被传染，可是你不一定会有病症。对。有病症的时候发现的时候，就不一定，就可能已经传染给很多人了。嗯。我觉得这个这波真的要很久哎、欸，而且很邋遢、欸。生活频道不都这样吗？欸、怎么说？我现在邋遢、欸。你生活频道不都长这样？有吗？我至少会绑个马尾。我现在是随便。头发的部分。Care, 我就是我。Who cares? Who cares? No care. No care. 反正我太漂亮，他们都认不出来是我。我们就是一个不断反差的路线。我傻眼。我跟你讲过吗？上次我化妆，然后弟弟认不出来我是谁、哦我知道。然后我回来之后卸妆还敷面膜，妈妈，臭小孩，真的跟我很熟。然后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我吗？上次还有一个，上次还有一个粉丝分享说我 P 图 P 太多了。No， 我只是开美肌而已。脸部 P 图。No， 我从来不 P 图的。这波感觉真的要影响很久，对，因为你看他最快两个礼拜之后，你就算现在不传染好了，可是现在他传染的人还在一个一个被发现。对，你被发现完已经是两个礼拜后的事，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你又还要再两个礼拜，要等到他们就是没有再传染给别人，可能要再两个礼拜。嗯，对，最快最快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，真的最快，不太可能两个礼拜啦。可是大家都就是现在外面都几乎是封城的状况，所以就很惨。很辛苦欸，很辛苦欸。我们已经算好还好，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比较实体的工作，比较实体应该影响都很大。我觉得停班停课对家长影响也很大，还好可以放那个防疫假。可以请防疫假。今天我们家族的群组，就是我弟在说，我们里面有10个有9个不想回家带小孩怎么办？不想请假。我笑了。就是老板说不能请。我真的笑，我们公司里面整个不想请假回家带小孩。我说我好像有点理解他们的心情。那你看，3天呢？不知道我们可以撑几天呢？第三天还 OK， 没什么就被关注的感觉。我们之前上礼拜在去金门的时候，其实有1个小时我们算是被关起来的。那个关起来跟现在我们在关在家里又感觉不一样。那个1个小时真的觉得哇，真的如果要关14天的人到底怎么度过的？真的，因为那个空间就那样。爸，如果关14天，可能因为我们有小朋友了。破关那个、啊。如果关14天，我们肯定破关再破关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能我们有小朋友，所以小朋友需要跑跑跳跳，待在那个旅馆房间真的也很难，真的无法，我觉得无法，我觉得好痛苦。不过好像我们家现在这种算比较大一点，有地方可以让他们玩，然后又玩具又有不同形态的。这是大的啊。你爱吃这个？是什么？那个没有菜菜的汉堡。你也帮我点了？对啊，我帮你点。我想先吃。好啊。我先把那块鸡块吃掉，好吗？你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平安，保持健康，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我们会继续待在家里，看可以待多久。之前说7天，搞不好现在要待更久。看我们可以多久不出门。真的好痛苦。拜拜。拜拜。